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觉得应该是不正确哈。假如是用101年的这个许可证的资料，我们来看哈，这个试探厂，试探厂它的这个 VOC 7.98。试探厂是这边哈，那我们先讲那个高溪水信这边，高溪水信这边它的许可量 ，VOC 的许可量是52.4，那这个呢，是比这个环评量13的要多，比环评量13的要多。所以我不知道官方怎么确定的。然后那个就是说，如果是他的操作许可证，就有146，就比那个你们所谓的正确的，你们说是13。环评是13，正确的它这里只有写 8.5， 高吸水性树脂厂，简称 SEP 厂，这里写 8.5 了哈。然后这里我们有一个52，有一个146，52是101年七月许可证的资料，146是操作许可证，是103年发的，都比环评量13高很多。那怎么会说正确呢？我们一个一个来，请你说你的正确的资料怎么对出来的？怎么对出正确？你要负责啊！你今天要负责吗？负责我们就送监察院说你乱对。好，那另外那个，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碳纤厂哈。碳纤厂这边的许可证的这个，你们说是15吨左右，但是根据许可证，云林县政府的许可证，碳纤厂是43，我们算是43呢，然后104年的资料算出来是76啊，这两个厂我们算出来都101年是43，一个52，都超过环评量啊，而且不对啊，你们怎么说对呢？所以主席这个是很麻烦哎，不能说他们口头说对，我们就说对，我们有资料啊，今天要厘清啊。可以请环保署的人员来说明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资料拿出来，资料拿出来啊！哎呀，关于云林县跟彰化县要死那么多人，奸商！我跟陈老师解释一下哈，大奸商！拿到这个数字哈，他大概是从这个系统直接抓的哈，那他在资料的呈现上，他是把这个各自所有的制程当作列表。那但是他都是通通拉到 A301起底的，所以他可以从前面的流程图去做这个确认，说他所有的制程拉到 A301起底的，所以他 A301起底的年需的排放量是8.16公吨每年哦，这是跟环保局刚刚所提出来的这个会诊版的这个数字是一样的哦，那可能有误解，把他这个8.16做重复加总哦，你们连加总他会有这个排放量高估的这个。这个直接做过了，主席发言啊。所以问题，我想听起来问题就在这里了，因为所有你们所谓的系统平台都是六亲输的嘛，或者是环保局输的。那假如这里出现一些故意输进去错的数字，
那你们环保署看到的就是这个错的数字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依这个许可证来做认定嘛。那假如你今天没有针对，我现在刚刚已经给你 SUP 了，你 SUP 就可以算了。你看我们哪里算错？我们刚刚 SUP 一个52，一个146嘛。你可以说我们算的对不对？因为你说只有8，是不是？你们一六千输进去是8，所以你们就说对啊。所以这个差额怎么可以这样差额呢？怎么可以这样差额？所以这差额就出问题了。陈老师，你要他们确认哪一个数字？第一个，以高吸水系，刚刚说他说八点，对对，高吸水系许可量是8.5嘛，这个是所谓的他们说系统算的啊，系统是六轻 key in 的嘛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现在用许可证算的是一个是52嘛，一个是146。怎么算啊？就在他手上吗？我刚刚拿给空宝，他算不出这个数字来，算不出这个数字，他算不出这个数字来，所以现在就那休息一下，现在算了，休息一下，现在一起算啊。他算出来是八点。他刚刚是说他拉过去资料，直接复制过去，不是算出来的。他没有说用我刚刚给的数字，来，请的数字算嘛。你刚刚有用我给你的许可证？好，那个陈老师，因为快到12点了。那我是不是？好，那我用这个 demo 给你看我怎么算的哈。那你看哪里算错哈？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依许可证来计算嘛，哈，然后这个是那个100年给的许可证，好，它这个制程，好，编号的制程，它的 VOC 公斤小时换算成吨年嘛，所以几个这个加起来就。算起来就52，这个数字都是公斤加总1.31，然后换算成吨就10点多吨，十点多吨，所以加起来就52嘛。所以我们是这样算啊，你说我们哪里算错啊？可以啊，我们哪里算错？你指教一下。了解了。然后104年是更多啊。好，这103年发的这个公斤小时更多了。公斤小时，然后换算成吨年更多，算起来就100，加起来就16个8.16，就148，146啊，就这样啊。6个8.16嘛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个环保处这边认的是16个8.16还是？就146.88。我们是有算的。操作的管制这边是认的是1个8.16还是16个8.16？啊，他制成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只有一个？所以他后续的操作许可是给他很多啊。来，那个，我刚刚已经问了一个哈，很算是相当明确的一个问题啊。因为刚刚戴先生的说法是说，这些都拉到共同的一个排放管道。好，那在整个表格里面的填列，只要拉到共同的一个排放管道，都是以最终的排放量填列在那个栏位里面。所以刚刚陈老师你也提到说是16个8.16嘛，对啊。那在管制上面，好，空保处这边是管制16个8.16，还是只管制1个8.16？1个8.16嘛。所以就不会有8.16×16的这个许可量，只会有一个8.16的许可量。好，这个我应该没有听错了，那要不要再请我们空保处？这是我们听不懂了，为什么十六个？那许可证给16个，操作许可证给16个，为什么只管制一个？有16个，为什么只管制一个？那个相关人员还要不要发言？要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。针对这个1个8.16跟16个8.16，我们请我们
政府的官员讲清楚之后，对，来，针对，对，跟针对刚刚你们说，我们算好像我们用16，啊，他们认为是一，问题是刚刚环保局讲了，有相关很多制程不能暴露出来，所以在这之中，如果你用一或者我们采取16的，这之中真的是有鬼，因为你制程也不敢暴露出来啊。所以你今天如果说你只是用一个来算的话呢，那个不然全部制程全部公开暴露出来，不然就不用在那边争。那就继续让那个民间团体继续发言好了。好，那还有哪一位要发言的？林先生，好，来请坐好不好？不要站着了，坐着会讲了。林先生，请吧。跟人讲话是坐着讲了，啊，跟这些呢，云林县民。彰化县民死多少人？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这些数字还做得出来吗？不要在那边傻笑，不要装可爱。你们台中六军在云林县沿海干什么事情？我们不知道吗？王永在先生回忆录里面写道：六亲王国怎么建起来的？金条啦！你们这些人啊，不把人命当人！你们还以为你们刀刀在上吗？你们台塑王国，你们以为你们很骄傲呀？你们钱是怎么赚的？管理啦！啊，什么叫管理？现无限制降低成本，把你们生产成本外部化，才有那么多魔鬼数字。啊，这些很美的魔鬼数字，代表什么？多少人要为你们这个财团的营运获利？丧命！我们下一代子孙的海，云林西海岸是最肥美的海，被你们搞成什么样子？你们还有脸坐在这边搞那些数字，搞什么？人命不用钱，对你们来说；海洋生态不用钱，对你们来说，你们赚什么钱？我大西人啦。我踮台西活40几年，为我囡仔时阵，看我即摆时阵的海，恁跩人啊，你们在搞什么？还想扩产？一个浊水溪的水让你们喝不够，再弄个湖山水库，湖山水库的水拿不过去，环保署帮你们开后门，现在水管快买好了啦。环保署在搞什么？环评不能过的东西，帮你们开后路。我亲眼看到水管快买好了，你们有钱好办事，台湾让你们横着走，阿有力，台塑，黑心企业，世界公认黑心企业。吴昕，来吴女士。